大哥走，来跟我走。哎呦，大哥走，大哥走，大哥走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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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算了吧，跟他们没人显摆，把你骑兵蟹拔了，把这螃蟹吧。那我先上去。那感觉上去，我们从下面助跑一，来，我们去爬队，来，三二一，走走。 你怎么还在这？哎，我推你上去。可以，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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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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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，成功。那你能给我们四辆车吗？那四辆车归你们。哇塞，太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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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啊，是吧？咱们得拍张照片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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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要用去哪儿，因为你只要用了去哪儿，走哪儿都是第一名。了不起，没错。亮亮，追杀威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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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加德县走。那咱们赶紧，不能让他们看见，咱匍匐过去吧。要匍匐过去，要匍匐，匍匐啊！哦，我有脚印啊，没看见脚印啊。爬到这个山顶上，哇，兄弟！他们为了迷惑咱们，也是煞费了这么多没有用的苦心。待会儿您觉得咱们要是杀那个荣一凡先生，他们人很多，他老高兴，他在种荣一凡，你知道吧？荣一凡，荣一凡先生。先走，我们先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他们又追来了，他们又追来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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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没啥东西啊？哎，他们能看见咱们？咱们不是吃了透明药吗？你也是傻子呀！只有达哥就自己以为自个儿吃了透明药。回来！你跑什么？我也弄不着你。这位姑娘，你为什么在沙漠中穿着塑料袋就来了？你穿着塑料袋啊？这是塑料袋啊？我们都是塑料袋，咱们是一族的。我，对，因为他们都穿黑衣服，所以咱们是一家人。你跟我们说心里话。我可是莲花仙子啊！啊，你都这么骗自己？您可以给我的莲花浇点水吗？水，什么油？水。可算到了。有仙女。哎，是不是？何仙姑。嚯！我们达哥需要用想要用眼泪给他弄开，你说他不是疯了吗？眼泪可以吗？貌似不可以。你看，不可以，达哥，咱得坐下，不以为吐嘛啊！这个都不能感动你。这个可以感动我，但是莲花它不开花，我就不开心。对，它也是花嘛。大哥，来您讲一声。瓶子保住了，别让他们抢了，别让他们抢了，他们有他们抢的瓶子。可以再帮他浇点水吗？再浇。对，我们浇水了啊，这是算我们的浇水。对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开的不是很旺，可以再浇一点吗？对，我们又浇了，又浇。乌来一半银嘛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并且帮你们开一个线索瓶呀。哦，然后那个，然后那个开个线索瓶，线索瓶在哪儿啊？线索瓶在哪儿啊？哦，咱们的线索瓶，我们有，全坏了已经。除非这时候，那个天使又给咱们一个线索瓶，有没有天使？没有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那走吧。哎，好嘞，好，谢谢。走了。嗨。哇塞，你们的捡，他的捡漏的把咱们东西拿走了。游走江湖，我们就见什么就抢什么，快跑！你们是什么强盗？哎呀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，
哎，你们想太多了，你们是一盘饺子，我们就是瓣蒜，我们跟你们比不过，根本就。我们很清楚这一点。那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还这么大方？你不懂，这是我们的招牌动作而已。我跟要饭的似的，就拿个棍啊。我们知道没你们强，但是我们有老板娘。押运会的耶，押运了。老板娘，那走，赶紧走，快点，赶紧的。说走，不能纳皮。喝完这个你们专门为我调制的这碗，确实不光暖胃，还长智商。所以说呢，让你们在这儿消停坐一会儿，对你们友好。就说外面危险是吗？老板娘，来人了吗？你陪他一会儿啊，我出去的。哎，有人吗？哎，来了！哎，三位爷。哪里来的？哎，我们是找老板娘。老板娘。淡定。哎呦，这位，这位，这就是我们的老板娘。这位就是老板娘了。今天早上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肯定会有敌人，一直有人跟着咱们，对不对？他们肯定，要不就是朝我们来的，要不就是朝沙漠之眼来的。刚才有几个人路过这边？目前还没有。不可能！我们眼睁睁看见穿着黑衣服，对，长得都特别漂亮，跟小姑娘似的，来过你们这儿吧？小姑娘？他说我们小乡对小姑娘。他根本就不是说我们，他们眼睛不好使，跟你说。大哥要生气了。大哥现在不高兴了，你们想要要的东西或者想要了解的东西我们全知道。真的吗？哎，但是我们老板娘有一个要求。你有什么要求？说。就是啊，你们三个人把我们这盘菜给吃了。你忍着点啊，我给你拿一桶去啊，吃掉一盘就可以。来，上，给大哥夹菜。快乐的一家啊！哎呦，没吃着！哎呀，嚯，大哥现在都玩出洋气了。哎哎，咱们夹这个盘子，直接往里倒好不好？来，倒车主意倒。怎么还不走啊？让我们在后面这样等着，到底是保护我们还是拖延我们的时间？我觉得这样吧，现在有两种可能哈。老板娘他们那边呢，是真的想保护我们，这是第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就是他们在帮助他们，不是帮我们就帮他们。我们三个这么年轻，体力这么好，要不跑吧？不如跑吧。对，因为他们跑不过我们。但我们如果这样跑的话，如果说老板娘跟这个二哥真的是对我们有利的话，或者是帮助我们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我们有点不仁不义呢？我觉得这样吧，江湖上嘛，对吧？迟早会再见的。沙漠之眼，我们自己找。同志们，把包拿一拿。先不管别的。小心门口一切的情况。哇，这不会。走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东西？咱们被踢了，哎。
咱们得拿咱们的东西，大哥，咱们拿咱们的东西，没拿东西，这是什么鬼呀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！这啥意思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桃子是干嘛的？白桃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干嘛？短信，大伙儿，看短信，部队已经逃走，部队逃走了，那咱们先走，快跑，走。哎，老板娘，你跟他们在一块干嘛？老板娘，刘能，走了，哎。刚才咱们有一个线索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只要没把那个桃子用沙子填满就可以了。用沙子填满，他们就被淘汰了。每个人的后背都被贴上了桃子图案的沙画贴纸。当贴纸上的桃子被红沙彻底覆盖，则此人淘汰。停！